个 OBS 已经喺呢度咩？唔系有个 OBS 开始咗噶啦，呢个系 OBS 嚟噶，边个系 O？各位大家好，迟咗十分钟，系啦，大家听得清唔清楚啊 ？Hello，Hello， 听唔清楚，系啦，超细声嗰个，而家应该好啲，而家应该系好啲，系冇错。见到今日系咪见到有啲字幕啊 logo 喺度，大家系咪觉得好靓咧？介绍下我自己先，唔系我好靓，我本身就好靓噶啦。我系嚟自咧明爱生命种子计划生命创伤社工支援嘅社區支援計劃，不是社工支援計劃，我是支援社區。但我要放在這裡，你這樣說錯。不是，我聽不到，聽不到。一次。大家好，我是來自明愛生命種子生命創傷社區支援計劃的社工，我是智子。今天呢又到呢我們即 Facebook 直播的時候啦，今天見到大家都夾住，是不是有個麥克風，是不是好像很型呢？是啦，就是因為我們今天呢就嘗試用一個新的音響的系統啦，咁樣啦，係啦，咁咧，所以如果大家咧一陣間咧聽聽下，覺得啲聲好怪啊，剩啊，
咁樣，咁咧就可以同我哋講啦。好，咁咧，咁我而家發現咧有啲 technical problem 嘅，咁等我一陣下。好。咦？頭先明明都收到，呢個使唔使收？呢個唔使收。有嘢入嘅喎，佢有入個冇聲，急定唔急？哎，似乎系得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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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用系要系啦，系会有啲包容，体谅下我哋，多谢大家嘅包容同埋体谅，再支持，系啦，咁咧，介绍今日两位嘉宾先，继续有严肃啦，系啦，继续有 Dorothy 啦 ，Hello， 继续有我啦，芝芝啦，咁样，咁咧，介绍下先，简单啲嚟讲，如果阵间大家真系觉得听唔到啊，成啊咁样咧，就请你真系留言俾我哋啦。因为对我哋嚟讲咧，呢样真系好新嘅。对我哋嚟讲咧，都系即系搏好晒啲线啊。咁又我哋慢慢去学习咧，去令到呢、這个即系、就是、life 咧，再可以让大家有个好啲听得清楚。因为我知上次嘅经验咧都系好一半嘅，因为啲声系好细声，或者好多风声咁样咯。咁希望今次大家听得好啲啦，咁样好。靜下先，好啦，我知唔知兩位今日我哋講啲咩噶？孝順，係啊，講孝順，係啦。咁又講下點解講孝順呢一樣嘢咧？咁又想分享你啲個人經歷，可唔可以最期待就係聽你第一部分？真係㗎，我同你講個人經歷啦。咁啊，預備咗啦。即係入手先。係啊，我入手先係咪？好啦，嗱，講孝順。嗱，話説咧，點解咧我會諗呢個題目咧？咁你知道孝順咧，就係好多時咧有好多標準噶嘛，即係我唔知道兩位點啦，但係咧，我喺我細個即係我自己成長嘅過程裏邊咧，我爸我媽咧同我講咧，孝順就要聽佢哋我講，即係總之咧，你不要問，只要聽，同埋順服，係啦，即係最緊要係啦，即係順係即係順啊嘛，即係你唔好駁住啦，即係細個嘅時候咧，我阿媽會同我講咧。你駁嘴啊！天打雷劈啊！你連阿媽，你連阿媽都駁嘴咁樣。咁到大個咗咧，我嘅認知係咩咧？對於孝順就係、是、我要準時俾家用啦，係、啦，我要照顧佢哋身體健康啦。我要即係過時過節，我要俾錢佢哋，即係可能再額外俾多少少錢佢哋過節啦。係啦，我要即係有 family days 啊，即係咧禮拜日嘅時候咧。咁都十不相瞞啦，我都真係禮拜一至六都翻緊工嘅時候咧，禮拜日咧我真係好想自己躝街，即係啲都好正常嘅，正常。我想啊，可唔可以去行下、行下山又好，乜都好啦咁樣。咁但係咧，相對咧，你又會覺得有個諗法就係、是、啊，我好似有啲冇俾屋企，即係冇俾阿爸阿媽時間啊，去飲餐茶，跟住會內疚。係啦，我有少少，即係我會問咯，我其實。我會問的，我是不是應該要真的不要想那麼多跟他們怎樣都要喝餐茶先，但其實你想想可能喝完餐茶就沒有了一天，因為他中間嘛，就是很壞的，這位又是，可能下午兩三點又不再又不是那天沒有了，你行夜山，是的，那我行夜山不行的，我真的很老實，我熬的，所以呢那件事就變了，就我就一時時開始想，其實孝順是啲乜嘢咧？咁甚至乎咧，我平時咧同啲朋友傾偈嘅時候咧，我發現咧，其實孝順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定係道德標準，我唔知點樣去形容呢一樣嘢咯。係美德，我覺得係美德嚟嘅。似乎亦都係另外一個好綁住人嘅一個東西嚟嘅，甚至乎我認為有少少。我的朋友婆媳糾紛，是來自那個孝順，就是即可能丈夫是很孝順的，是的，即可能即對於奶奶說的東西是完全言聽計從的，但是其實老婆覺得其實不合理，不 OK 這樣，於是就會有一些夫妻之間的糾紛，然後再繼而就是什麼呢，令到那件事就轉向就是你孝順你阿媽得噶啦，所以我覺得我其實都可以拿出嚟講，因為呢個係似是而非的概念嚟嘅，其實
我唔係講佢唔啱，我覺得係嘅，即係我覺得係感恩嘅，即係啊，因為我爸我媽養到我咁大，咁所以我唔係覺得例如比較嗰啲有咩問題我冇嘅，其實我都認為係要做嘅。咁但係又好似啲嘢又會壓住你咁樣咯。嗯，因為嗰樣嘢，如果我就會問一個問題：如果你個父母由細到大都對你唔好咧？嗯，如果佢根本喺你一直嘅人生裏邊，其實佢冇愛係啦，或者你感受唔到佢個愛啊，或者佢喺你即係你嘅成長嘅過程裏邊，其實佢冇出現過，或者係佢冇俾任何嘅支持，或者俾得好少。咁喺呢個位置上邊，其實孝順仲係咪一個我哋叫做好嘅美德，係咪真係仲要守咧？如果唔守嘅時候，又係咪？即係通常俾人話噶嘛，通常講唔孝順就係天打雷劈啊，出行你行雷唔好出街啊咁樣噶嘛，係啦。咁所以我就今日要諗下啊，不如同大家講下呢一樣嘢啦咁。咁所以咧，如果咧各位現場嘅觀眾咧，你哋有任何嘅一啲回應咧，都可以同我哋咧去講下咁樣樣嘅。嗯，好。尤其是呢個係一個點樣特別想講咧，即係尤其是拉開我哋嗰個主題，好多時候會製造某啲創傷咯。即係好叻嘅啫，呢個成日都記住我哋。係啊，但係都真係嘅，因為即係成日再講愛情啦，愛情好多關係會有創傷啦，包括咗 within 個愛情關係裏邊點樣相處啦，亦都包括咗其他人點樣睇某啲愛情關係，咁會令到有好多其實係好多創傷。嗯，咁孝順咧係另外一個面向嚟嘅人生，但係一樣係有好多創傷嘅。即係譬如好簡單講，我先知舉例子。即我不肯定你父母是怎樣，但如果父母是嚴格一點，又覺得他的由始到有個輩份的差異，即是他會覺得你應該要這樣做，你不敢做，這個又未必他是對的，但他這個是會的確我們，你可以說個輩份的差異，我們呢不守又不是，而且你可能都愛你爸媽，事實上這個你愛一個很重視的兩個人，但是他對你的要求你覺得不合理的時候，這個創傷會很大，你又不好，因為壓子是黃連鈎的事，如果你壓之後你是自己受了，有些不合理的要求等等，那些怎樣算呢？那其實這個是很 traumatic 的，我覺得。有陣時候，我覺得不合理的要求是其中一個狀況，有陣時候是，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就是我自己這樣有時候困親就沒有吵的。我都不知道。因為譬如好像留言。留言。好像我自己這樣，我覺得我的父母咧，佢有要求，不過唔係對我，即系咧，我係中間嘅，我有家姐有細佬。咁咧，我年青嘅時候咧，拍拖咧，我永遠咧星期六日咧，我都唔會離開住嘅屋村，拍嚟拍去都係住嘅屋村，因為方便我夜晚可以翻屋企食飯，陪我屋企人，即係陪我爸爸媽媽。咁但係咧，你阿哥唔係出嚟，你中哇，佢哋好犀利噶，佢哋拍拖可以去到。即係第二個區咁，係啊，南區去到北區啊，即係去即係周圍去啦。即係你特別，電某意思係特別孝順嘅，即係特別關心屋企啦。嗱個 point 就係啦，然之後佢哋有一日話俾我聽，對住我講：，嗨，我哋真係苦命啦，我哋啲仔女咧，永遠咧都唔會喺屋企陪我哋。跟住我心諗，嚇我咧，我明明個個禮拜喺度陪啦，所以其實咧，佢冇要求我。我好像自己做了一些，不過做了一些事原來是多餘的、我以為是孝順，但是咦，那我在做什麼呢？我覺得這個跟什麼有關係，就是人類很容易 take in for granted， 一時會當作是老闆，真的廣東話說、即是如果譬如舉例，如果 Dorothy 你不是經常這樣，你可能每一兩個月才回一次，他會覺得很開心，可能是啊，但長期成為一個長期之後，你就變成一個背景。然後我原來是我的長期存在是等於不存在咯，那這個都是 很大的創傷。是啊，我因為 他看不到你的付出。是啊，是啊，你的關心他不 recognize。 是啊，是不、啊、是我覺得聽落最不舒服的位置是，就是他見不到之餘還要埋怨自己沒有嘛。是啊，是不是就是我沒有、啊、那跟著但其實你就會諗，我都做咗嘅喎，咁樣咯。咁所以我就會突然之間喺度諗，有啲嗱，我唔知道孝順呢個概念大家係點樣嚟啦。即係我孝順嘅概念咧，就係嚟自我信仰啦。咁我好細個翻教會，我四歲已經翻教會。咁孝順父母啊，成係即係一入到去你個 church 度，係啦，十戒裏邊即係已經。
不可實行啊嗰啲，咁你咁我唔會做啦。咁孝順父母嗰啲，咁又唔可以咩講大話嗰啲咧，即係跟住你就會即又會教導你啦。其實孝順父母咧，其實就係你要即係信服啦咁樣。咁父母同你講嗰啲都係為你好嘅。咁就算咧你唔同意咧，你都盡量跟住嚟做啦咁樣。咁但係久而久之咧。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啦，我覺得大個咗之後咧，我就會想有自己生活啊，即係嗰種獨立自主嘅嗰一種渴求咧，係會越嚟越大，係越嚟越大。即我就會諗咯，啊，其實我即係想出去去玩喎，性喎咁樣。咁咧，我記得咧，最同我媽都唔同我媽多啲嘅，我阿爸相對就好少少啦。即如果個人經驗，我阿媽係會同我講咧。特別我大學的時候成日去玩 drama 成咧，我媽話俾我聽咧，你真係冇美飛陀噶，其實要你翻嚟屋企食餐飯有幾難啊？其實你知唔知道你咁樣真係好不孝噶？跟住就會開始講落去，由我大學點開始講啊，佢就會講咧，我而家未死，你竟然係咁樣啦！我如果第時我有病啊，我都唔知點算啊！到時我死咗，你仲會唔會嚟拜我啊？即係佢會講好多呢啲噶，聽到都 traumatize 咗，即係我都會咁樣講噶。我媽會話俾我聽，即係我而家未死，你竟然咁樣。係我死咗唔會拜我啦。我知道你不會拜我的啦，咁樣，跟住之後就會講我有病啊，久病床前無孝子啊，你而家我行得走得，你都咁樣啦。我覺得好困難，嗰個位聽落咧係，即係我而家個狀態係咁，其實本嚟係我想揾我嘅人生，揾我嘅自由啫。不過咧，我個上一輩或者我爸爸媽媽會將呢一樣嘢咧推論到好厚好厚，就係我原來將來咧。就會唔理佢，但我從來都可能冇諗過唔理佢嘅喎。我有反駁嘅，我喺嗰段期間，我自己有反駁嘅。我話我冇咁講過，關咩事啫？唔係咯咁樣。跟住我媽就會講咧，就係從你而家嘅行為咧，我就推斷到你之後係點噶啦咁樣。跟住我想嚇，真係噶咩咁 predictable 嘅咩人？咁我明緊唔嘅善治，系噶，咁變得就暴嘅，原來人生真係咩？我自己都唔覺得我自己係咁喎，咁樣啦。咁跟住即係，但係越嚟越大個啲咧，就好似阿嚴所講咁啦，就真係咧，我越嚟越就係由個個禮拜翻去食飯，或者日日翻去食飯，到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先翻去一次，即係講起翻去一次，我都係同住嘅。不過我講即係食飯啊，或者飲茶嗰啲次數咧。我慢慢漸漸地減少啦，咁之後佢就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就好珍惜噶咯喎。我都蠢，我應該出多啲去拍拖，係真嘅喎。係呢個係好神奇，我都唔明點解會咁樣嘅喎。即係當我慢慢減低我嗰個飲茶嘅次數嘅時候咧，其實係就會突然之間佢哋就好似好珍惜咁啦，甚至乎珍惜到係咩咧？就我要。我要早嘅同佢講啊，阿媽，我禮拜日得閒，我同你飲茶先。跟住我媽會開心到咧，啊咁我你想去邊度飲啊？邊間啲嘢好食啲嘅喎？你想食啲咩啊？啊嗰間咧啲嘢食嘅點，即跟住你就會覺得啊，咁其實呢一個距離似乎舒服啲，但係可能有一啲朋友又會諗，其實你咁樣都幾即我咁樣都幾衰啦，即好似。不是很孝順咁樣咯，好似吊高禮賣咁。係啦，即係好似即係耍心計，即係我又唔係心計嚟，不過我又覺得咁有陣時真係唔得閒，或者嗰陣時我即係所以我咁行山真係好難三點鐘先去喎，大佬烈日當空，即係咁樣咯。咁所以呢啲位置我就覺得啊，其實我哋自己都可能承擔咗父母好多嘅期望。係啊，咁即係好似我即係你頭先咁講，即係我自己諗翻我自己點解嗰陣時會唔去咁遠就係、是。我覺得我是承擔了咧，佢哋好需要有仔女在佢身邊。咁但係當我家姐同我細佬都唔做，佢哋好即係佢哋好細個啫。即我家姐同我細佬就好細個已經開始拍拖㗎啦。咁我就是讀完大學先至開始拍拖。咁所以其實咧，我是看到咧，我阿爸阿媽當阿細佬同家姐拍拖的時候咧，佢哋就覺得自己好寂寞。咁我就好似承擔了咧，我就要在屋企咧就要陪住佢哋，因為咧佢哋有需要。所以我其實正如阿芝頭先所講。即好似我嘅人生咧，係孭咗好多佢哋嘅需要，我好似要為佢哋去 fulfill 呢啲需要咁樣樣。我成日覺得，即又係今日講呢個 topic 咧，同上個禮拜講個 topic 咧，有啲相通嘅位，
我覺得當然有時做人是活在個關係裏面，你不能夠完全不理其他人啦。嗯。上個禮拜講翻你的伴侶啦，或者其他有愛情關係的人啦。另今日就可能講係父母啦，或者第時有機會你的仔女啦。但我又會覺得其中一個相通之處就是我一定要起碼要好好保護自己先，某個意思上。即係起碼我做一個整全的人咧係好重要。即係你唔係話唔關心其他，但係你如果太過犧牲，再犧牲自己，放開自己。而完全只是為了滿足其他人的要求和期許你活呢，其實你最終真的是一個很大的 trauma。 這個 trauma 呢，不僅僅是對你是會不好的，這個一定有啦，甚至多了可能會引致可能心理病啊、mood disorder 很多問題，但是對你和他關係都不好，然之後可能亦都會延伸到你的下一代咯。係啊，我其實都聽過很多個案的例子咧，就其實佢發現自己同自己的父母的關係，佢好錫佢嘅父母嘅，但係又覺得錫得嚟咧，大家永遠都係膠著喺有啲位咧，我同佢好緊張啊，好辛苦，我又錫佢，但係又會有拗撬。然之後佢覺得解決唔到嘅時候咧，佢好驚呢一啲嘢會帶佢下一代咧，佢往往都係好想整理好自己同父母嘅關係，以至咧佢唔使。帶了這些跟父母的東西去了他的下一代，因為我有些個案是告訴我，他見到他媽媽和他婆的關係是完全相等於他和他媽媽的關係。哇，他是只覺得他媽媽經常都怨他的婆不疼他，但是媽媽又很努力地去 entertain 他的婆，就是很努力去做一些事討好他婆，討好他的婆。現在其實他發現他自己都是的，就是他跟他媽很多吵架，但是暗底裡他又覺得他自己其實根本是很疼他媽，還有很想討好他媽，但是在這個關係裡面糾纏得太久，他又因為他後來結婚結了婚，他又計劃生小孩嘛，他很害怕見到這樣的重複呢，他就很害怕他和他媽的故事會重複在他和他的女兒中間，因為他看到他重複著他媽和他婆嘛。我經常都覺得有時當然即是角色會調轉的嘛，嗯，當你做到爸媽的時候呢，你又可能要小心，就是即我覺得一直都有講的，就是首先你要保護好自己先，即類似是遇到這些危機，譬如搭飛機都叫你嘛，首先照顧好自己才能take care其他，即你自己都搞不定呢，最終是斬爆的，帶了自己的陽氣走先。是啊，但調轉來說呢，我又會覺得當如果你到你媽媽或者你父母的時候呢，你要想你對你下一代當你長大的時候的期許會不會有重複呢，即你又要想會不會你不要加那麼多東西給他，讓他都可以做一個整全的自己，有一個起碼健康他再可以建立一段健康的關係。是。那這個即是要即是大家都要提醒自己，我很少覺得是這樣的，即是而這個是重要的，我覺得。是的，重要的，重要的，我覺得很重要。尤其是即是為什麼我們有時候的個案即當然他如果 很有意識令到上一代的東西他懷疑得到，然後自己在這裡很控制得到停止得到，但是下一代是最好的。但當然其實如果來到我們那裡的個案呢，就是他都很有擔心自己的情感，雖然他的意識想 stop 而已，但是他怕他的情感呢是有些東西不是他可以控制，於是他就會來找輔導咯，那就希望在情感上可以處理到解決到，於是就那個情感不會帶了下去下一代。所以其實我很贊同你剛才說的那種，就是我們自己搞好了自己，保護了自己，然後我們就可以避免將那些東西帶去下一代。同埋我覺得有時候呢，我不知道，我想問你們兩個孝順這個概念是怎樣來的呢？都不知道，即是如果你講本身是怎樣，我覺得這個當然是跟華人就傳統有關，又是講這些，即是你講的那些上次都是但是真的有些關係，我覺得又不一樣，即是你變成譬如譬如我在歐洲讀書的時候的朋友，即是如果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出名，歐洲自己內部都很多分歧，就是呢譬如舉個例子，譬如德國即是比較偏北的歐洲國家，小朋友是很快出來住，他們18歲、20歲是一定出來住的，如果不出來住呢 是有問題的，即是簡單父母沒有叫他出來住的，好正啊，他覺得那個 idea 是我養大你方是獨立的，你就說他還黏著家裡是不知道你想怎樣的，然後你那些 peers 的朋友呢都覺得你很奇怪，他們會覺得是不正常的。是啊因為我們學 psychodrama 呢，我英國的老師呢，其實他來呢跟我們上堂呢，聽到我們說就算我們給錢家裡，即是我們現在成年人給錢我們的父母呢，他們覺得很奇怪的，
嚇，做咩你哋要俾錢你哋嘅父母咧？你哋已經係 separate， 即係已經分開咗一個體嚟嘅咯。即係嗰個文化係好唔同，但係我哋中國人嘅文化係，喂，你唔俾錢就係不孝嘅啦嘛。係啊，冇錯。嗱，呢個好大 topic 嚟嘅，即係家用啦。用外國人的價值觀對比就很得意，是他完全覺得不 make sense， 不知道他做了什麼，即我可以我有些看法講，可以分享一下，但是這個很得意，但如果把我原本那個出來主要 topic 又是一樣，就是他們覺得是獨立很重要，是當然我先戴頭盔先，不是全部外國人都是這樣，就算以西方計，譬如歐洲裡面就經常覺得，舉個例意大利啊、西班牙那些南歐的家庭就完全就像我們多一點，但是軍收協會就是傳統，佢意大利好出名咧，即係佢叫 Italian Mama， 就咁叫啲人明啦。就係咧，嗰啲住喺屋企好耐，佢哋好家大家族式嘅，原本傳統意大利嘅家庭。咁啊，而家後屘住入都市都分開啦，但係佢哋習慣都會好似我哋咁，去到三十歲都仲喺屋企住好合理。但係咧，對於偏北嘅歐洲人，我哋完全唔理解，就成日笑佢哋嘅。咁當然呢個文化差異好難講啊。有啲我真係唔知喎，歐洲係啊，似我哋㗎，似我哋嘅。search 意大利嘅媽 Italian Mother 係好明顯。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所以嗰個 idea 會好唔同，就係華人傳統咧，我估可能就似喺啲位，就係佢覺得唔 exactly 係要培養個小朋友獨立。嗯，係啦。咁而孝順嘅 premium 點嚟咧？我估係同呢個有關係，就係佢以前係就係想培養啲小朋友係成個家庭嘅一份子。咁我家人就越長越大啦，咁你依個左右住啊嘛，所以就係都係抱緊輩份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是，咁於是喺嗰度一家之主可能係個阿爺啊、阿爸嗰啲話事，咁咪孝順咯，最多輸都。我咧，我想講咧，因為我妹妹其實喺美國讀書噶嘛，咁啊佢即係好細個就喺嗰邊啦。佢對孝順嗰個概念咧，同我嘅概念都係好唔一樣噶。OK， 即係我妹係覺得嚇，我唔翻嚟一齊住。唔代表我唔孝顺噶喎，系啊，即系点解一齐住先系孝顺啊？做乜我未结婚我就一定要翻嚟同你一齐住啊？我可以自己搬出去住，我有能力咪得咯咁样。同埋我阿妹对于嗱又系家用又好神奇嘅，即系佢又觉得佢又会问咯。咁而家系咪阿爸阿妈冇晒钱啊？咁样问我嘅嗱，呢个系一个好值得问嘅问题嚟嘅。佢问。咁而家咪阿爸爸冇曬錢啊？係咪如果唔俾錢佢哋生活唔到啊？哇！咁又唔係，咁佢哋用錢佢哋生活咯，咁我用錢就我嘅生活咯。嗯，跟住我嗱，其實我覺得係合理嘅。你阿妹真係好細個過去噶，中午咯。因為依個都幾外國人嘅概念喎，我覺得係啊，壞係好唔同啊呢個位。係啊，跟住之後就，但係咧又會引申到其他嘢咧，就係、是、我阿媽會覺得我阿妹真係唔孝順咯。哦，系啦 ，OK，OK， 系啦。不過我覺得呢個真係同華人嘅觀念有關。頭先你講下嘅時候，我醒起我細個咧係有聽過咧，我唔記得嗰個説話係咩，但個意思咧就係話咧，啲阿爸阿媽養仔女咧個目的咧就係啲仔女係養翻養兒防老啊。哎，對唔住，我啲中文比較差。系啊，即系呢句说话其实好深入喺我呢个年，即系我呢一段咧，就系好觉得咧，我哋爸爸妈妈一样，但系我哋一定系要养翻佢哋嘅，供养佢哋。但不过到我自己大嘅时候咧，我而家慢慢即系越嚟越个人即系认识嘅嘢多咧，我就开始我有唔同嘅谂法嘅。我而家其实我同我啲仔女讲咧，我养你哋，其实我最开心嘅咧。是見到你哋可以做到你哋自己想做嘅嘢，即係你養唔養到我哋係另外一個課題。因為其實你譬如香港而家咁，你知道下一輩嘅年輕人其實佢哋自己嘅生活都好艱難啦，買樓哇唔使諗啦，住咁貴，咁你哋如果生活到可以做到你自己開心做嘅嘢，我覺得已經好好啦。我有即係我譬如我而家有我嘅賺錢能力，我未用我嘅方法儲錢去。防我的腦咯，咁就個概念，我覺得喺我身上邊咧，同我阿爸阿媽已經唔同咗。嗯，所以其實就係華人嗰個 idea 本身就比較功利，我有時會覺得，即係對於個父子或者即係 parents children 嗰個 relationship， 係比較功利啲，譬如養兒防老啊。以前甚至係增加個生產力啦，再古老啲啊，農村農村養兒啊，呢個概念咧，我都突然之間諗起，其實咧我喺工作嘅期間咧，咁就即係有啲個案嘅即係嚟見我啦咁樣，其中咧有一個女士咧，其實佢好即係其實佢整個即係婚姻嘅狀態咧，其實有啲混亂嘅，嗯。咁而
然後呢但他很堅持，其實他高齡得很重要的，即我想說他是經已即如果要生的話是要很多的考慮，這個考慮是關乎於身體的狀況的，因為很多身體不同的狀況。但呢 他就跟我說其實養兒房都是他教我的。哦，佢话俾我听，唔系佢话俾我听，佢话一定要有小朋友，一定要有小朋友咧。那个小朋友咧系一定要系佢要黐住自己嘅。跟住我问佢，我话咁，我话即系点啊？佢话你而家咧仲系即系未生啊？系啦，你未生，佢话你未生咧，你未你未即未够年纪大，因为其实佢年纪真系大嘅。我谂嗰、那个即其实同佢原本倾嗰、那个嗰、那个状态系。他很挣扎要定是不要嘛。咁但他到最后呢都是选择了要的。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呢跟我讲呢这个小朋友呢是他会黐即会让他摆在身边度啊。就是到他老了的时候可以陪住他啦。照顾他啦。照顾他啦同埋供养他囉。咁、所以养儿防老呢个概念就即是他教我的。他跟我讲话啊其实你想下即都是这样的啦，你没有小朋友啊到时怎样啊你老了的时候谁看你啊只猫看你啊只狗看你啊你看回转头就有。其实你说很功利好又是很功能性跟上个礼拜讲即是结婚。结婚都是很功能。都一样有些很功能。我觉得是不是本身定是可能 我对于华人那个文化那个思想不是很理解得很深。也是好像结婚那样就是。有些可能在舊社會上是真的有他的角色在做的某些東西譬如養兒防老有些可能在舊社會上是有某些原因所以是會這樣、但我們社會變的嘛但很麻煩呢人類的概念是經常都是舊的觀念要可能兩三脫人才可以改到某些觀念的、但是永遠人就是在中間就我那度那部和我那部又不同我經常在中間在摔但是当舊你塞在舊那套观念但是个社会环境不同了的时候呢套舊的观念其实适应不到个社会、你也都很难即是我好像夹了在两套东西中间你就那个个人我没说你说我自己这个个人其实是很困惑很困扰的。很困扰。是啊那这个困扰也都会有机会令到他某程度都有啲創傷性嘅經驗，有啊有啊，係啊，即係譬如我講家用呢個例子啊，即係如果譬如哲學啲講，可以咁講就係、是、有時候啲社會上咩嘢咧，已經唔係淨係講緊譬如家用嗰樣一樣嘢，係佢好似一個符號咁樣，佢代表住啲更大嘅嘢嘅，即係佢好似一個符號嚟，象徵啲嘢。所以點解一擺去第啲文化度就完全唔係做咩嘅？即係佢哋冇學嗰套語言咁，好似係，即係。他們不 get 不到做什麼啊外國人 get 不到做什麼我很多次聽過外國人說我好市侩喎你媽會這樣說你不給教是不孝順啊你不教對他人好他覺得用錢來衡量是一個很奇怪的事、你覺得首先要愛男人他們覺得他們愛他們感受愛於是如果你有愛呢有些需要的時候你都是錢去幫助他呢是第二步的但是在華人不是首先是錢是錢是是是是用錢來衡量而錢好像代表了你愛不愛我就是想說就是不過是因為那個舊社會上令到給錢給家人的行為呢在華人的文化符號裡面呢代表著一些更深層的東西我經常覺得他們就用錢俾唔俾家用？俾幾多家用？俾幾多 percent 嘅家用嚟決定咗你有幾愛佢啦，你有幾關心呢度咧，肯投資付出幾多俾佢啦。咁但係佢一個符號嚟嘅啫嘛，但係好難甩嘅呢個符號。係啊，即係當然外國人就唔明啦，佢唔係呢個拜土，冇錯。但係即係佢係用第二啲能量啦。佢有善波的 meaning 喺度啊。但係好難改噶嘛，善波的 meaning 佢有咗啊。因為佢意涵好多年啦，佢意涵係好難改啊，好多年啦。甚至乎咧講呢一樣嘢嘅時候，我就會諗起咧，即係。文化研究都有講，其實 power 嘛，即我嗰個 power 嘅權力，即究竟屋企邊一個最有權咧？係啦 ，authority， 即邊一個 power struggle 裏面邊一個係佔上風咧？其實咧，父母可能都會有啲比較嘅。幾個細路仔邊一個俾最多嘅，就係邊一個最孝順咯。嗱，從小咧就可能係個比較咧，就係邊一個讀書叻。係啦，啊，即你叻啲啊，因為你係博士生。你都叻，因為你碩士生。啊！我冇咁叻，因为我只系一个大学生，跟住即系佢就即系呢个比较，可能系细细个就会用呢一样嘢比较啦，去比较你有几乖巧啦。嗰时可能未必系孝顺，甚至呢个比较亦都系本身令到佢 power 高啲，我 power 冇错，更加系令到即系。
我想讲兄弟姐妹之间成长，其实有啲发展性创伤，我觉得就系咁样嚟，即系你不断咁样去比较嘅时候，可能到大个咗啦，又会有另外一种比较嘅。我觉得呢个都常见嘅，其实就系、是、即因为其实钱系其中一个即系象征住，其实你喺嗰个社经地位嘛。其实我觉得屋企或者家心，即系喺一个某程度上，其实都系一个社会嘅缩影嚟嘅啫嘛。即系我边一个，即系可能当父母年纪大啦。咁边一个能够俾得到最多最多钱屋企去支撑佢嘅原生家庭？其实嗰个就系好似相对地系最多可以讲事，系啦个话语权最多嗰、那个。咁、但系其实你就会问一个问题，我希望我问一个问题就系、是，系咪话语权最多嗰个就等同于最爱佢嘅父母咧？最爱佢嘅原生家庭咧？其实可以唔系噶嘛？即系头先你所讲唔系啦，即系我搵多啲钱。即兄弟姊妹大家的收入好不同啦，事實上，我俾幾多錢你係反映唔到嗰樣嘢啦。可能我收入高啲，俾嗰個多啲錢冇乜嘢啦。可能對我嚟講，第二亦都有好多其他考慮到大家俾嘅錢可以好唔同。係啊，我哋譬如另外一邊啊，或者屋企有幾多需要，好有好多考慮喺度。但係還我覺得呢個就係唔好啊。即你可以話，即當然佢有佢自己文化符號，但係我成日覺得呢個唔係咁好。可能我諗係咪要改咧，或者咪改咗某個方向移動一下咧？下下都用呢個方法，你唔會忽略咗好多其他好重要嘅嘢，即係佢會唔會喺屋企陪伴佢啦？佢有事嘅時候幾關心佢啦？呢啲全部都唔係應該更重要咩？但係我哋嘅文化唔係好係咁咯，咁而唔係幾好咯。而我亦都見到咧，因為我哋嘅文化淨係着重好似。我不可以說只是著重錢，但大部分人都只是看錢，好像錢很重要。而這個過程本身也令仔女呢為了給錢可能也犧牲了很多東西，可能為了給某某的銀碼給我爸爸媽媽令到他開心，但是呢我就令到我的小朋友學少了東西，或者我的生活條件是我犧牲了很多東西，我不去 enjoy 而是給了我爸爸媽媽，其實這個都令到我的家庭犧牲了。直情是因為甚至有些很奇怪的 case，可能我原生家庭的父母是其實幾 well off 嘅，即係可能佢根本就唔等錢使嘅。但係我其實如果你比較即係新後生啲，可能我又有小朋友啦，我有家有公緊車有公緊樓，跟住我自己仲難搞，我都仲要刻意俾我譬如四五分三分一四分一嘅錢，嗰、那個其實我爸唔需要我嚇，但係你唔俾咧，你冇咗個表達愛嗰個符號啊，你表達愛。咁只要俾啦，但係犧牲咗小朋友嘅教育啊，屋企生活質素，但其實甚至乎係令到夫妻之間好多拗撬嘅喎。係啊，直情係。係嘛？即係點解我譬如我做太太，做咩你要俾咁多錢你阿爸阿媽？我哋屋企唔夠使。絕對係。我哋都聽好多 case 啦。事實上，佢阿爸阿媽可能係唔等錢使嘅。係。好奇怪啊！所以呢件事，我覺得會係。我諗除咗錢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好，即係我唔知道啦。錢係最容易。睇到即係或者最容易讓我哋大家感覺到啊，佢咪孝順，咁呢個係最顯然而，因為佢有一個文化符喺裏邊啦，佢有個意涵喺裏邊啦，佢有好多最 measurable 係啦，即係最容易睇到、最容易量化嘅嘢嘛，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孝順其他嘅面向係嗰種即係、自己對於自己嗰種嘅。自我監察，我唔知道明唔明富康講緊嗰樣嘢，我成日都覺得即係人哋其實佢真係好強勁，即係嗰個咧，唔知道你有聽過圓形教學啦，你一定識啦。佢個自我監察咧，即係佢會望，即係例如，不過我知道我唔知點樣啱唔啱，但係我嘅諗法就係、是，孝順呢個概念咧，喺我嘅即係我嘅世界植根咧，就可能係其中有啲嘢啦，就係一定要做嘅。啊，準時俾家用啦，係啦，阿爸阿媽有即係一啲健康嘅問題嘅時候咧，無論點都好啦，係啦，你都要好頻撲去探下佢啦，咁然後咧你先至好似啊令人覺得啊其實你都孝順嘅咁樣，即係如果阿爸阿媽病咗你仲翻工，啲人覺得嚇、你做乜嘢？你點解你唔睇阿爸阿媽咁？但其實可能係我爸阿媽自己拒絕咧，你唔知噶嘛，係嘛咁樣啦，咁但係。即我就會想啊，有時孝順，我哋對於孝順嘅嗰一個行為嗰、那個表達，其實係基於我哋都擔心人哋點睇我咯。於是我自己一個自我審查咁，我有個 checklist 嘅啊，到底我做曬未咧？如果我未做曬嘅時候，先唔講實際上係咪真係可行先，可能有啲人例如即係佢而家呢個疫情令到可能有部分朋友失業，哇！失業即係冇辦法俾到錢爸爸媽媽嘅喎，咁我覺得呢個都係
很實際要考量的嘛。但是他相應隨之而來的感覺就是可能他覺得、啊、我有些不好意思，可能尷尬啊、嗯、有些、啊、就好像自己內疚啊，那些醜啊，是的，就是好，是的，就是看看，就是很肉酸咯、嗯、你家人都比不到那些這樣、嗯、即我覺得這些這樣的情緒我覺得更難堪、啊、即 更加更令人好被壓住、嗯、就是這些位置。但是你問，但是反過來你就可能會問，那其實是不是父母真的有要求嗯，个细路俾钱咧，其实可能冇噶、嗯，即系，但我哋就会系活咗喺呢一个自我监察嘅情况，即系因为我惊人哋望到我做得唔好，咁所以咧，我就会好跟住呢一个主流嘅文化嘅概念，或者我哋会仍然系跟住嗰个善波里面嗰个意涵去继续去运行我哋嘅生活咯。咁、嗯嗯、所以我就会谂，即系呢一种咁样嘅状态，其实系。怎樣可以改變，或者無論我不知道，即思考上有沒有可以改變，或者即例如即輔導上面，其實怎樣可以令到這一種的感覺少了？我不知道，即我經常覺得、有些位置我們值得向其他文化借鏡，即譬如我剛才我們講西方文化先算了、譬如他講教育，他講教育 不是想教到一些小朋友聽著父母話、嗯、事實上我覺得好一點的想法，如果我有小朋友，我都希望我小朋友超越我添啦、啊，有乜理由仲？如果我講啲嘢，佢仲聽曬，即其實佢勁過我，大佬咁好慘嘅，其實即我想佢更加叻，我覺得好。社會上冇得進步，冇進步啊嘛。咁應該想佢，我完全認同 Dorothy， 應該想去實現自己啦，想做自己做到嘅嘢，佢有價值嘅嘢啦，過去有一個有價值嘅人生，我覺得即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我會覺得啦，好啲嘅教育，如果個個人都咁做，跟住我自己照顧自己啦，老來咁都有需要佢會幫我，嗯、但你唔係 expect 佢會養兒防老咁樣，而家係咁樣理解嘅時候咧，人與人之間就唔需要講，即係父母之間啦，同埋仔女之間就唔需要講孝順。可能你重點係講其他嘢嘅，譬如講下嚟愛咯。所以我會有時互相嗰個聯繫。聯繫咧，即係我會強、嗯。如果你話我同朋友傾偈或者咩講到呢啲嘅時候咧，我有時會刻意少少避咗，譬如孝順呢啲字，嗯、即係佢喺中文或者中國人嘅文化、華人文化有少少唔好，我唔中意啦，起碼嘅一啲意涵去做。譬如頭先講啲，你要聽佢講，有權力高低咁樣。我會轉移做話，即係我都會愛我父母咧，愛我嘅父母，真要得愛，係、嗯、有冇一個好嘅關係，嗯、有冇連結到大家、嗯、情感上有冇聯繫？呢、嗯、啲我覺得係我會咁樣忠誠啲、嗯，而唔需要有孝順嗰個咁大。因為孝順與唔孝順其實都係一個moral standard， 中文即係道德標準，道德標準嚟嘅。所以當我哋講一個人孝順同一個人唔孝順，其實已經係跌入咗一個道德。的規範裏面其實是一種 judgment 嚟嘅，一種批判嚟嘅對嗰個人的價值。咁我自己覺得誒，一嚟我哋頭先講緊好多文化，即係點樣影響睇孝順。我覺得其實除了文化睇孝影響孝順呢個概念咧，我覺得我哋嘅父母其實喺呢個文化底下咧，其實好有機會我哋自己嘅父母都係。在这个文化里面的受害者、嗯、然后当他们在这个文化里面受了这些伤害，有很多伤口，有很多、他觉得自己欠缺了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跳出了这个文化的 label， 当他们觉得自己有些欠缺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期望他们的子女帮他们 fulfill 一些他们欠缺了的东西。譬如好像我们有很多个案，就是在这个文化，尤其是女的 client 呢，女的个案呢，在这个文化背景底下呢，中國的女仔咧讀書其實讀幾多書不重要噶嘛，通常都是男仔供曬俾啲男仔讀書，重男輕女係啦，重男輕女唔等於啲女仔唔中意讀書，唔等於啲女仔讀書唔叻。於是我哋有好多女性嘅個案咧，其實佢細個好想讀書，讀書好都好叻，但係啲機會俾曬啲仔，然之後佢裏邊嘅心咧就好似有個缺失啊。然后呢，他就会很大的渴望，希望他自己的仔女，尤其是女儿呢，都可以有一个读书的机会，有好好的读书机会，也都可以有得发挥。但是这个也可能呢，无形中会形成了他，因为他期望他的女儿要发挥这些东西嘛，女儿做不到他这些期望，又可能是等于不孝顺的了，那又是给了一些额外的压力给他的下一代。除了文化，我刚才说的除了文化，其实这些缺失都会有。所以我成日谂就系点样可以帮到手，即系大家如果有啲创有少创伤啦，或者避免创伤啦，即系我觉得其实讲到尾就系、是，我会觉得少啲对人哋外加啲你嘅期望。如果我会觉得系，
即係讓每個人做多啲自己，嗯，跟住但嗰時間又可以盡量喺佢做好自己之後咧，我哋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嗯 ，connect 到我哋有愛，可以感受大家。嗯，但我會覺得咁係難嘅，係難啦，係難啦。因為我突然間諗起，我唔知頭先你咪講緊有高低之分，其實喺特別。無論是就算香港，我覺得香港會好一點，因為香港是經已是講緊好早跟西方文化有接觸，即係你起碼講緊即係以前，即係佢唔係一個完全冇西方文化接觸到嘅地方，係啦。咁咧，但係我哋講緊中國，咪講緊係咪叫人倫啊？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呢一集，其實就係全部都係有我哋嗰種叫階級或者個高低之分啊。有一個 hierarchy 係啦 ，hierarchy 即係嗰個高低個有階級之分嘅時候咧，其實我有陣時都會覺得難改變嘅地方係因為我哋呢一樣嘢，就算我哋係幾咁同西方文化有接觸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社會都好啦，其實似乎咧係。呢啲嘢都係嘅，植根咗我哋嘅腦海裏。嗯，會噶，會噶。而呢一種咁樣嘅觀念，即係如果我哋唔係一個即係有一個我哋叫做覺察，或者即係如果我哋唔係真係自己有可能一啲反思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好難去見到呢啲文化、呢啲觀念係如何影響緊我哋自己嘛。即係你諗下，其實正如都係噶嗱，我講緊嗰種對等的關係不等於我們不尊重對方，即是不是說、我可以隨意 用粗言穢語去罵我們的父母、即是我們不是說這件事，而是說就是就算我怎樣即是要處理都好啦，我們能不能夠可以說到自己的事嘛，因為當我們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時候，就是我哋對住我老細啊，即簡單啲嚟講，一步之君啊嘛，即我老細咁樣，我都不能完全係即唔當佢冇階級噶嘛。咁所以其實翻到屋企嘅時候，我就講緊由即修身、成骨、持天下嘛，即最緊要就即無釐啦間講下屋企先嗱，你屋企管理得好咧，你就可以管理到個國家啦咁樣噶嘛。即中國係咁樣嚟噶嘛啲嘢。咁所以我覺得要有時機有呢個反思先，如果唔係咧，我覺得係我自己睇就係我哋好難所謂活出一個真正嘅自己。嗯，即係因為我哋自己可能對自己經歷好多批判。所以我唔知係咪好啊？即係我如果我自己同朋友傾偈嘅提議就係、是，第一就係咧，如果你係權力高啲嗰個咧，更加需要反思。嗯，咁你呢個真係個社會可以慢慢。是啊，賣向比較尊重其他人啊嘅，即係容易得到空間嘅嗰、那個，即係等於你父母、你上司嘅時候，你就俾咗空間咯。係啊，係啊，咁、你更加需要小心啦、但係第二，係咪唔好講上司啊？我講上司。但調轉講，如果你係即係下邊呢一個咧，係啊，又同一時間講，可能你又唔好完全咁 submissive 點樣講，即係唔好完全話即係咁服從啊，係啦，即係你都我都係嗰句就係、是、你都要保護自己先，你自己唔掂咧，你個創傷係會帶去其他人啦，知道更多創傷，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平時朋友傾嘅就嗰兩邊咯，一方面你係大嗰、那個。你就小心啲，唔好亂咁行使啲嘢，甚至慢慢從而可以改變個文化，即係人人做少少，個幾脱人先有機會改。但同一時間翻嚟寫嘅時候，你都唔好咁容易咧 obedient 順曬佢。咁嘅話，你只會令到冇咗自己咧，令到件事唔會好啲咯。我自己嘅經歷咧，都現實裏邊，即係我贊成頭先講嘅。不過嘅現實裏邊咧，我諗大部分人無論即係我而家係上司咁樣啦，我都有我嘅上司嘅嘛。咁、其實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當我面對我嘅上司。我有幾可以表達我自己，而我唔使驚得罪佢，又或者我對佢喺嗰個問題裏邊，我有啲憤怒，有一啲負面嘅情緒，或者大家唔同意見嘅時候，我有幾可以表達，而我唔使驚大家嘅關係會和咗，或者唔使驚以後你就針對我咧？這個其實。即常常我覺得是有些不容易的要突破的，但是突破到又是很好的，即是我自己覺得，即是因為我自己見到有很多個案就是在這個位置 trap 住了，然後呢他有很多東西在裡面呢即打曬交，但是又講不到出來，於是呢那些嬲呢由本來應該是嬲個上司或者嬲大家的問題處理不到，然後顯變成呢可能是嬲自己啊，
嬲個世界啊，咁可能會傷害自己啊，傷害呢個世界其他嘅，咁就會衍生更加大嘅問題。因為我成日覺得，即係一去到工作場合就更加麻煩，嗯、因為譬如可能某啲工種，我覺得行業已經好少少，有某啲更加壓迫啊，或者個階級更重啊，或者更加多利益嘅過嚟。你更加可能我其實唔係好想講，但係紀律部隊，我覺得有好多呢啲問題出現。會係啊，係我會唔會俾人拉？唔會嘅，唔會嘅，冇事嘅，唔緊要，千祈唔好擔心。跟住，但我會覺得我如果翻今集題目就係，我就覺得如果係父母同仔女關係咧，如果你係仔女嗰個咧，有個朋友容許多少少，即係容許多，因為佢冇咁多錢等啊，冇咁多權，冇咁多佢炒到你，炒你唔到嘛？點都你佢仔你個女，佢炒唔到你噶，冇意思。咁你會唔會有多啲空間去？唔係話叫你唔理佢，係保護自己同時希望建立一個健康啲嘅關係。最終嘅 benefit 做佢嘅咧，我就即係 advice 大家可唔可以試下做呢樣嘢？如果你係仔女嘅時候，講衰。係啊，有朋友留言係認同啊，認同頭先我哋講嘅嘢，多謝你認同啊。太好啦，你認同就真係太好啦咁樣。係嘅，我頭先講緊即係嗰個關係個破壞，我想回應翻 Dorothy 之前嗰個位，其實係嘅。點樣去表達自己而唔會擔心個關係受損呢？我覺得呢個無論係父母啦，定係即係上司下屬啦，其實咧，因為你重視對方啊嘛，即係當然喺工作場所另外一個原因啦，因為工作場所裏邊係真係會涉及就係權力嘅問題啊嘛。咁但係喺屋企裏邊咧，其實我覺得嗰個有少少唔同嘅位置就係、是，因為你可能你好多好重視你父母，其實嗰種重視會令到你未必好夠膽講，個原因係因為你都唔係好夠信任對方能夠接納你嘅諗法咯。咁而有唔同，係啊，有唔同呢個好重要，因為其實當你講緊唔同嘅時候，就等同於即係我諗翻琴日即係睇嘅聖經啊，佢話啊，即係凡係你唔站在我邊就係反對我咁樣。咁呢一個又係好吊詭的一個諗法嚟嘅，就係、是、我唔站在你嗰邊，係咪等同於我反對你呢？其實可能唔係，只係純然我同你唔一樣啫。咁但係未必、父母未必有空間接納到個仔女又唔同啦，而個仔女亦都未必有嗰個勇氣去承認，其實我同你根本就係唔同咯。係，即係呢個講係人啊。所以其實溝通就好重要，即係講一個好老生常談，我會覺得溝通就好重要。當然呢度講完唔必咁容易做，但係真係重要嘅，即係你唔敢講，你父母未必知道你唔同。雖然佢講咗未必會接納你，但係呢個可能係即係要睇家家本人嘅經啦，點可以有機會講到嘢。但係如果唔係，你只係純粹佢點講你就點跟，跟住就搞到自己憤怒啊、唔開心好多喺裏邊咧。最終呢個唔係出路咯，我覺得。當然點樣樣做好多傷害性，好多傷害。我反而覺得個溝通好重要，但係我覺得溝通背後有足夠，頭先阿芝芝講個信任又係好重要，同埋我諗呢個信任背後亦都可能再諗多一層咧，可能就係嗰、那個我哋成日講嗰個 unconditional love，我哋無條件嘅愛。係啦，我哋幾相信我哋嘅父母對我哋有一份無條件嘅愛，無論我哋講啲乜嘢嘢同佢唔同，或者我哋點樣表達啊，其實我真係有啲嘢你令我真係好難受，我會好嬲嘅。我講呢啲説話，我都相信我嘅父母會接納我呢、這個，即係我諗係需要嘅，但係又係好困難喺呢個現實嘅社會裏邊。係啊，因為事實上可能有啲唔同，啲父母真係接納唔到，因為都真係有好多呢啲 case。嚴叔，我想問一個你嘅私人嘅問題，我想問你點樣同你阿爸阿媽講你要讀博士嘅？好多你問一個問題。係啊。你估到嘅，系啊，我好简单，我冇嘢，即系我唔接到博士，其实反而唔系嗱，冇乜嘢喎呢个，即系我破格啲系，其实我读完第一个学位之后读咗第二个学位嘅，即系 bachelor， 我两个 bachelor 啊嘛有，你唔系读 master MPhil 嚟嘅咩？唔系，我读一个 bachelor， 再读多个 bachelor， 即系我 on top 嗰个先再读 MPhil 先读 PhD 啊嘛，所以我第二个 bachelor 先系最理论上啦。最備受爭議的應該是最難跟父母交代。但其實我屋企有得意嘅，即係我唔知點解咁，即係我亦都好受我老豆影響嘅。佢係一個即係好自由嘅，即係佢都覺得，譬如一早已經覺得落養嘢，佢我講我記得，
佢如果二副防到翻只安居嘅咁樣同我講，我講話，我講話，如果二防到咪就係製造隔代貧窮嘅主因嘅其中一個。我好衰，你個又唔掂，你意思你仲要養埋你，咁佢更加唔掂啦，連僅餘資本範圍都冇，跟住又唔掂，佢要再有二防到，跟住又隔代貧窮咯，防到。嗱，好進步喎，好勁喎。佢用咗就搞掂自己個仔嘅最多空間去發展自己事業又好，理想又好。咁佢收咗空間之後做啊，因為隔代貧窮，你要負擔咗嚟俾佢，佢對俾佢孫，孫又俾個失咁樣，咁啊成個家族都冇啦。其實咧，其實阿 uncle 係有啲料到，係好勁喎。係啊，因為呢個諗法唔係每一唔係好多父母有呢個諗法啊嘛。我諗我嗰代嘅父母一定有啦。我老豆我媽咧啊，即係講家用的話咧，咁呢個都唔係我爸我媽最要求嘅嘢嚟嘅，即係我爸我媽咧。因為我之前有 full time 讀書嘅時候嘛，咁咧我一蚊家用都冇俾嘅。哦，真係好。咁唔係，咁我媽就會同我講嘅，佢因為啱你讀書，你全職讀書，咁你都唔夠收入，即係咁你俾我哋用乜咧？搞掂你自己先啦，咁樣。咁於是喺嗰段期間咧，我 full time 讀書嘅時候咧，我就係冇俾一蚊家用嘅。咁相對地就係我自己賺錢，咁然之後就係佢哋，其實佢哋好好添，即係佢哋仲係會即係俾埋我食啊、住啊咁樣嘅。咁做乜嚟做？冇，真係冇啦。咁我嘅學費咧？我學費自己儲錢俾嘅咁樣啦。咁但係即係相對，我覺得我爸我媽喺邊啲地方會好要求咧，就係、是、嗰個陪伴，即係佢哋會坑你啊，你有冇陪我哋咧？係啦，你有冇聽我講嘢咧？嗱，你肯聽我嗰日，你肯陪我哋咧，咁咧你就係孝順啦。嗯，系，然之后我就会唞啖大气啦。唉，其实我翻工都好长时间喎，咁样啦。咁呢个就系即系嗰个孝顺嗰个位咧，又会落咗去唔同嘅行为去，好似一个 checklist 咁啊。如果咧你上网睇咧，因为我即系就住呢个 live 咧，我上网有搵孝顺系啲乜啦。于是咧，我发现咧好多YouTube 嘅片啦。好多啲網上面嘅散文咧，就係嗰啲啊九個孝順指標你做到你沒有嗰啲咁樣咧，即有好多嘢你一開咧就係孝順咪變成規條係啦，真正孝順父母的人能做到這點咁樣，跟住之後就係如何孝順父母係啦，跟住之後就係孝順父母的六個方程式，83% 的人一生都做不到最後的兩點咁樣咯，咁咪永遠都唔孝順咯。咁所以嗰件事就變咗，又去到一個位咧，就係。似乎孝顺之道在现今这个社会呢就有一点去到一个即又是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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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你 tick check 其实我最奇怪，因为 我觉得有时候孝顺很不某些位很不锯，即坦白这样我创伤的其中一位很不锯条皮很不顺，为什么呢？譬如我譬如朋友又好伴侣又好或者工作我自己揀的，我觉得这个我又揀，即我揀的时候某意思上 commit 了些什么，那伴侣我说我会 commit 一些东西，那最后谈不定数即係衰啲講咪散咯咁樣，工嘅話我做呢份工，老細話要做乜，最後發現我做唔掂，佢責任咪走咯。係，喂，我冇揀過阿爸媽，我都唔知我答佢個阿爸媽要求唔同啦。我咁啱嗰句特別高咁樣，其實我冇揀過嘅喎。係，即係佢揀我，唔係我揀佢啦，係咪先？咁但係要我，我終於冇得揀我。係啦，揀咗一個小朋友，都未必有啲人都冇。係，冇錯。俾咗個責任我咧，係我從來冇選擇過嘅。冇錯。嗱，咁我唔係話咁樣一定好有問題，但係我覺得咁樣體諒同嗰個愛好重要。你唔好即係俾佢 punish。係啊。即係我真係要肯提自己，如果有機會做阿爸阿媽，即係其實佢冇揀過嘅。你擺個咁嘅重擔落你嘅下一代度，佢冇揀過，佢都冇得走啊。你佢人話你有呢個責任，有呢個責任，其實對嗰段關係係唔係會好大嘅 burden？ 對嗰個小朋友可以好大嘅幫忙。即係我會，如果我 advice 咧，俾我揀，或者我自己提自己就係、是，你如果愛佢，你盡量自己愛佢，佢會感受你愛互相有好嘅關係嘅時候咧，自然啲嘢可能就會可以比較好發生。冇錯，咁唔好係 check 呢層規條咯。不過我覺得要注意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嗰個父母自己本身可以有頭先講嗰個awareness 嗰、那個，嗰個叫做覺察，就係、是、嗰個覺察能力，令到佢自己起碼覺察到，咦，原來有一啲嘢我係被文化影響咗我，於是我會咁樣要求。我啲仔女，或者我自己有一啲我自己嘅傷口影響咗我，於是我會咁樣要求我仔女。起碼個父母要有咁嘅覺察能力，先可以做到呢一點咯。所以有時啲人話咩，即係所以講嘅生仔要考牌嗰啲咧，有時即係我唔係話要考，即係譬如呢啲你自己要多啲覺察能力咯。係啊，你如果你冇咗反省咧，你對小朋友做嘅傷害
你未必知道。即係我唔係想 blame 嗰啲父母啦，完全唔係啦。但係點樣可以有個我會覺得可能健康啲嘅親子關係啊？大家可以互相尊重地，都唔好咁大限制咧個關係。我會覺得呢啲係。要考慮嘅多咯，啲惡插啊嗰啲。所以你頭先講，我覺得啊，你都提醒咗一樣嘢。其實我哋嚟呢度，我哋今日傾嘅嘢咧，我哋都唔係想 blame 父母，亦都好嘅想，因為我自己係人哋嘅父母嘛，我都係父母嚟噶。我知道做父母一啲都唔容易，超級難，係超級難。我嘅父母其實我點做父母呢基本上我係學我嘅父母方式，因為冇人教我噶嘛。但係我父母方式又唔係最好嘅方式喎。然之後我點樣去令到我自己跳離開我父母唔係最好嘅方式，去揾一個比較好啲嘅方式？呢個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唔容易嘅過程。根本就係一個去無全清嘅過程嚟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學我爸我媽啲好嘢，但我又要唔學佢嘅衰嘢。咁首先我就分得到咩叫做好，咩叫做唔好。嗱咁咧，嗱有啲唔係咁好嘅咧，我就。唔學啦，咁好嘅咧，我又要學嘅喎。咁喺呢個去無全聲嘅過程裏邊，係當中包含咗好多嘢，包含咗你點樣去回想父母嘅對待啦。你又要反思究竟自己喺呢個對待，即係喺呢個成長過程裏邊，其實有啲咩係形成咗，係變成你嘅價值觀，係啦，已經係入血啦。我覺得係你入血，係就係好不難。而個重點就係做父母咧，我雖然我唔係父母啦，即係但係我。即係有時候做很多工作坊的時候咧，其實是做本身呢一樣呢一個工作咧，簡單啲嚟講就係好似頭先阿嚴所講，喂冇得辭職啊嘛，我都係嗰句，喂真係又好困難嘅呢件事，即係雖則咧我哋冇得揀阿爸阿媽啦，但其實阿爸阿媽都係揀嘅。我真係我個仔出嚟係開始放我出嚟啦，即係又係咦咁樣噶嘛？咁所以其實即係都係嗰句喂伴侶，哎即係都係即係最講得最輕鬆嘅講法咪就係、是、啊夾唔到嘅，我最多咪散咯，係啦份工喎，我做唔掂喎，原來我發現哇即係唔得，我搞唔到喎咁樣，我放棄啦。你可以放棄嘛，但係。個問題就是無論你是做人仔女定是你做人父母，你都不能放棄嘛。而當中就是嗰、那個我覺得困難嗰個位置，或者點解即係今日要用孝順呢一個嚟做一個講法、就是，就係做一個題目嘅，就係其實當中孝順有好多可以討論嘅空間啊。不過空間是關乎於自己嘅成長經歷，同埋都係關乎於你點樣對待你嘅下一代。亦都關乎你自己如何看待你自己嘛，咁其實講係有三個唔同嘅面向，而你係影響緊其他人，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仲有好多空間去討論、去思考嘅時候，就唔係淨係一面倒咁講孝順就係一件好事，其實如何孝、如何順，所謂嘅孝道同埋嗰個順服，我覺得係。根本仲有好多嘢可以傾，因為即實際上我哋本身即不能完全同西方文化比啦，係啦，我哋又完全不能去將自己同上一代脱離啦。就算我講得衰啲，就算係一個喺孤兒院長大嘅小朋友，其實佢都有機會做父母噶嘛。咁其實相對地即。咁可能佢冇咗父母呢一個做觀察嘅喎，喺佢嘅成長裏面，可能父母係一個缺席嘅父母嚟，可能佢只係得一啲代父母啊，或者都係一啲寄養嘅父母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啲咁樣嘅學習成長嘅經歷，都係讓佢去睇點樣如何做父母咯。咁呢一個位置我就覺得即係好值得大家再去深思，就係究竟。我哋如何同唔同嘅人建立緊關係？我想講真係好難，因為我會覺得有好時嘅影響咧係好潛移默化。冇錯，啊、就算你、啊、第一，你就算好叻，唔知你咁叻，可以覺察到都好啦。你去到嗰啲位置，你好難改。即係爸咯，點對你呢你好容易佢嗰位咁樣對翻小朋友。尤其是當你緊張嘅時候，好快就用翻嗰啲。就出咗嚟㗎啦！你點樣可以 train 即係 train 啊？真係。係。唔係自由行咧 ，train 咗自己咧。work。係啦，跟住你伴侶即係點樣合作分工啊？做到咧，全部都係好難咯，即係完全唔會容易，但係都係要做咯。
即係辭職個努力知道大家。所以係要咬實牙根堅持去做嘅一件事。係，我成日都講，即係我哋冇完美嘅父母，我嘅父母唔完美，我都唔係完美嘅父母。但係當我哋要求自己做完美嘅父母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又係對我哋自己一個 trauma 嚟嘅喎。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要對自己好啲，原諒自己，明白自己都有自己嘅限制，我哋先有辦法學識去原諒我哋嘅下一代，明白我哋嘅下一代。係啊，所以夠好就得噶啦。即係我覺得，無論即係無論，我覺得無論係做仔女嘅，或定係做父母嘅 ，good enough 就夠啦。Yes, 即係其實我諗，即係對我嚟講，如果我翻去一個總結嘅位，我就即係作為仔女啦，我未做父母啦，我個諗法就係、是我不是要追個 checklist 啊，即係其實我追 checklist 係冇意思。我做完之後咁點咧？我做完之後係咪等同於我愛我老豆、愛我媽咧？咁不盡係咁，起碼喺我嘅觀念裏邊，只係做個 checklist， 係冇個心。係啦，即係冇個心啦。咁你冇個心，你好係好難有嗰段真實嘅關係啊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咁咪就係盡能力做到幾多就做啦。咁其實我作為仔女，我夠好就得啦，我唔係一個完美嘅小朋友，我唔係一個完美嘅仔女咯，我都好肯定。正如我亦都唔會覺得呢個世界有完美嘅父母，我父母肯定唔係完美。其實只要認同，即係 recognize 世界上無論咩角色都唔完美啦。即係啱，真係喎。你如果阿 Emma 姐做完美位，哇，做好多。你睇過，你望住啲望好啲最多，或者你冇咁講啦，就喺度盡，即係問心無愧啦。做一個夠好嘅位就 OK， 冇完美嘅。你一要求太完美咧，呢個對自己咁高嘅要求咧，就已經有機會做食錯餐。好 traumatic 啊！係啊，冇錯。你咪反而做唔得再好啲咯。冇錯，好嗱，咁我哋今日咧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咧好多謝各位今日嚟即係睇啦，係啦，或者聽啦，可以之後翻去再睇嘅，咁大家係啦，出緊嘅又係啦，又 share 出去啦咁樣啦，咁咧如果有留言嘅話，就繼續可以再覆啦，咁我哋都係會覆嘅咁樣樣啦，咁咧首先講下先，我哋下個再下個禮拜就會有另外一節嘅即係 live 啦咁樣啦，而之後咧係我哋咧會嘗試咧我哋做封煙嘅節目嘅，咁如果大家咧有啲乜嘢嘅狀況咧，可以即係我哋會再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個流程同大家咧，即係招募大家嘅故事啦，同我哋一齊分享咁樣樣啦，係啦。咁咧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兩位嘉賓啦，同埋多謝嚴叔啦，係啦。咁咧多謝各位觀眾，咁咧我哋就可以再見啦，拜拜。